找到了吗？全找了，宫里不见踪影。报！王军，有消息了，守江峪门的兵回话，九夫人清晨驾马出宫，往西去了。备马，快备马！是。 生是我连累了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贪恋这人间的美好，贪恋王俊的爱，没有让这一切赶紧结束，都怪我。小九，你别过了。 好，全都依你。你不要站在那里，太危险。过来，来啊，王军，你不是一直问我心里那个人是谁吗？我心里的那个人。 叶青庭，我不信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我问过叶青庭，你根本就不爱他。如果你爱的是他，你为何要三番四次的救本王？你快过来，我没有话好好说。啊！从我进宫开始，成为美人，成为夫人。 成为王后，我一直都不是很开心，因为我爱的人不是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就算之前你爱的是他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他死了你都不肯接受本王？难道在你心中，本王就这么不堪吗？好，本王成全你，本王不强求，本王放你走，放你出宫，你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好吗？小九，过来，过来，帝君。 我曾经以为我爱你而不得，我最伤心。现在我才发现，你爱我而不得，我更伤心。王爵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你。这不仅仅是你的钱，也是我的钱。 小九，王军，再见。不要！王军，小九，王军，王军。